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緊咩呀？睇緊建國研習班囉。但係你唔係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囉。但係你上個月冇俾建國研習班嘅月費喎。你今个月呢就俾埋堂主、台阳同埋天琪。真啦，而家俾，而家俾。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曾伟烈、郑仲文、刘永新、傅许华。好，又翻翻嚟第二节嘅天天天南啦。啊！我哋头先第一节咧开头嘅时候争啲唔记得咗，咁样都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嘅，因为今日嗰张海报咧，大家可能有留意嘅话，会见到我哋阿曾 Sir 系啦，曾 Sir 啊，你阿曾伟烈嘅阿烈哥大名出咗呢个海报上高。不过佢真系公事繁忙，公事繁忙咁样咧，据佢所述啦，响呢个飞鸽传书过嚟讲咧，就话系啦。咁樣就佢800里加急咧都翻唔到嚟香港，咁而家仲喺呢個匪區。咁今日就收到封信嘅。係啦，咁我哋今日就收到封信嘅。咁相信其實今晚嘅節目除咗封信之外，都好多人睇住嘅。緊要嘅。係啦，咁唔緊要啊，佢嘅精神係與我哋同在嘅。咁我哋亦都擺一支冬瓜茶孝敬佢。係。咁好啦，講下笑啫。咁樣都係同大家交代一下佢啊，即係海報出咗佢名，但係點解佢人又唔喺度咧？得我哋兩個咁樣同大家。交代翻声先啫，咁啊，我哋好啦，咁我哋又翻嚟中华时民嘅呢个第二节，咁啊，啱啱今日讲下香港本地嘅新闻啦，讲完六四之后，咁样就今日有单都几大家一直即系自从即系打革命以嚟，都有个几即系应该香港嘅朋友应该都几留意一个新闻，就系讲阿曾建超同埋弹弓手 TVB 片段啦，系啦，公民改啊，曾建超嘅呢个被判，佢系被告呢个袭警。早幾日就判罪成嘅，咁都與佢都判案嘅，咁你一定其實佢編排都好明顯噶啦，你將曾建超擺喺七警前面，咁你又一定冇得鬥噶啦，死死硬噶，不過問題係你判啲乜嘢俾人嘅啫，咁好啦，最後結果出嚟就判要坐5個禮拜，要踎5個禮拜，即係俾人打都俾人打完。都做到通貴，即係最睇頭髮佢唔使，頭髮佢都幾短。唔係咁，首先其實佢你預咗，其實佢俾人告呢單案，肯定預咗佢一定唔係輸，一定搞你噶啦。不過問題即係又有另一個睇法，就係、是、嗱，我唔知係咪真㗎。咁有人就講點講咧？傳啦，講聽啦，聽到邊寫嗰啲消息話係可能係話想因為等佢判咗坐。即係判咗曾建超坐，咁然之後就等判七警都坐，你戇緊鳩嘅。即係咪話用即係用一個反照嘅角度？既然曾建超俾你成十兜友，最少七個。總之你被判集渣，咁樣都要踎。咁你嗰七渣，你點解唔使踎？但係我可以答你，如果我係傻強，我一定判你坐，跟住就鋪排一件嘢就係拘捕。佢有即係有佢被判，係咪即係話佢被判5個禮拜罪成？罪成證明咗佢其實就係有拘捕嘅意圖啦。
即係你，因為你香港，即係如果你用翻英國嗰個普通法，你點解魯莽駕駛要轉危險駕駛？就因為魯莽駕駛我唔可以判定你嘅意圖啊嘛，所以用個行為表現啊嘛，原理一樣啫嘛。你嘅行為拒捕嘅行為判咗接係可以被判坐五個禮拜嘅話，咁我個七警打你合理啦，屌你係咪啊？哇！佢拒捕喎，仆街！我冇計噶，佢喺度手揈揈咁樣，我咪執佢兩錘，或者我係唔係執佢兩錘？個黨費應該話。我是用我最低的行動制止他，制止他的拒捕，係啦。咁即係佢係，即係反而所呢、這個路邊社所傳嘅呢、這個反戰，唔係個反證係唔成立，反而仲會俾人哋唔係因為嗰個信息咧，講真的。一定喺大海由某個 group 出去吹開大海，又翻翻過嚟，我哋先咁樣知嘅啫。咁我又想同翻傳出嚟或者有呢個諗法嘅人講，就認同呢個諗法嘅人講，你咪浪鳩啦。係點？即係咧，喂，我都諗到傻強諗唔到。咁啊啱，係咪先？如果傻強諗到，我諗到我抖佢份量啦。啱啦，即係傻強一個月都幾廿萬人工，三廿幾萬咁，我諗到我抖佢啦。呢啲都唔及佢發行律博士，即係都一個咁高智慧嘅人，讀過下書，又讀過下書，做律師、律政司，點會諗唔到咧？我哋啲咁普通嘅人都諗到啦。我哋都諗到，你諗唔到？即係。其實你以你咁單案咁樣判，咁其實你判咗有罪噶嘛？你之前講即係唔好，好似鬱文都講，好簡單。你判你擺得曾建雄喺前面，你擺七警喺後面，其實鋪排就擺咗喺度噶啦。但係你點解係啦？點解你會點解？但係你點解公民黨律師唔出嚟？喂，就算你當喂。投降輸一半啦，我當唉得唔緊要，講數嘅啫嘛。其實到最後嗰啲都係講數。喂，投降輸一半啦，刑係點啊？喂，緩刑都好啊，判幾多碌都唔緊要，緩刑兩年咯。喂，你好多都係咁噶。喂，判咗你坐先，但係緩刑嘅意思即係你再犯喺呢個緩刑嘅期間，你唔會再犯。你再犯就即就不再犯即刻入斷人一筆啦。咁樣咁甘心甘命抵啊？咪先？你如果唔係喎，即時係咪即時啊？現兜兜一定要你踎噶嘛？要你踎啊？佢冇緩刑咩？好似冇緩刑咁呢單嘢咁。嗱，即係新聞嗰度我又唔多，佢有講話緩刑。睇下先。即係主要都係話佢刑期又係五個禮拜。咁但係你即係佢被判有罪嘅話，佢襲警佢被控嘅罪名就係成為咗事實噶啦嘛。就算即係就算你有緩刑都好，你個鋪排就係、是。我判咗你入去，總之你係有罪嘅。係啦，你就應該有罪。咁就係你被控嘅罪名咧，就係、是、可以保釋上訴，可以保釋上訴，咁樣就我哋即係講翻成件事，就係、是、你一被判呢個有罪嘅時候，即係你所控嘅罪名就係、是，即係喺法律上嚟講係成立咗，係已經成為一件事實啊嘛，就係、是、你襲警係事實啊嘛。咁樣，咁我哋睇翻，咁你呢七，你呢個七渣，咁啊肯定，即係佢單案，佢可以，即係變咗，其實變咗幫佢卸膊噶嘛。就係、是、你曾建超就係的確確係有做啊嘛，有做襲警嘅行為啊嘛。咁我七渣俾人審嘅時候都唔會話咩啦，就係、是、因為佢的確確係襲擊我哋啊嘛。係啊，佢成立咗啊嘛。佢成立嘅事實擺喺前面嘅話，咁對到佢去到辯即係佢辯方去辯方嘅時候，咁就好強嘅，好有好強嘅理據論佢幫佢甩，幫佢打甩嘅咯。普通法裡面其中一個精神係成文噶嘛，你唔係即係所謂嘅大陸法唔係大陸嗰個法，而係佢歐洲有分噶嘛。歐洲大陸同歐洲海洋、意大利啊或者其他嗰啲嗰支就話你有罪有罪噶嘛。係啦，就你辯方守證嘛。但係喺英國呢一類嘅普通法律裡面係。講成文噶嘛，即係你成咗案例，就成咗案例，就跟嗰個案例一路沿落去噶嘛。即係假設嗰件案可能就算一百年前、二百年前都，你揾得到個案例係咁判嘅，攞翻出嚟咯，完一樣。無罪推定咯，即係一個普通法嘅精神，最緊要就無罪推定咯。但係你而家咁樣，即係佢係有罪啦。講咗係有罪啦，係啦，即係佢有做過襲警嘅，有襲渣嘅事實啦。咁所以呢七渣俾人審嘅時候，咁佢咪可以有一個好強力嘅辯駁理由，就係話四天，其實佢根本就係、是、佢根本就係有襲擊我哋啊嘛。咁我哋當初呢個所謂被指係襲擊他人定咩啊？都只不過係要為咗用最低嘅武力嚟到去到控制佢啫。
咁所以咁我點解係襲我點解係襲擊佢啫？係咪先？唔係應該話咁咪變咗一個辯駁嘅理由咯？係啊，咁佢哋七個就最多咪話都係雙人嘅，就可能你最後結果分分鐘根本就藏入。唔會，佢點都要判佢嘅，即係要判佢大緩刑咯，可以分分鐘就係可以用一個即係變咗係情節較輕咯。因為點解會掉去七警上庭？你要睇翻個時間性好得意就係、是。掉七警上庭是美國佬之前講過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影響嘛？佢美國佬不是看你啲咩公唔公義，係睇你啲錢嘅啫嘛。若然嗱有一個好 tricky 嘅情況，其實大家冇諗過嘅。香港是洗美金噶啦，我哋洗美金你係人都知噶啦。咁即係美國嘅資金或者資產，你 Citibank 啊嗰類銀行，你喺香港係好大流轉噶嘛。雜種香港洗百億啦，大佬。喂，第時嗰啲咩官講嘢，你睇香港洗幾錢先，唔好講咁多。你老闆喺度洗百億嘅，你洗幾多先？幾億啊？攤下啦，大佬，即係你免個大蛇屙嚟咁講題外話啦。咁好啦，若然即係你如箭在弦嘅啲嘢，美國佬同大陸開戰，係美國同大陸係敵國，咁屌佢即刻掉落嚟，屌咩敵國資產沒收佢，咁咪撲街。佢定嘅敵國資產係所有美金喎，即係你荷包嘅錢喎，你荷包嘅錢喎。你想想你捱生捱死幾十年，阿芝阿莊樂哥咁樣搞，佢一句咋，佢一句咋，佢一句咋，佢根本如果佢司法唔獨立，佢指住判就唔判巴里，換第二個判敵國資產沒收，冇噶咯喎，玩完噶啦，咁點啊？喂！你話有 BNO 嗰啲都仲話，喂，你仲可以去英國領事館嘈下佢啊？喂，三百幾萬，喂，唔係啊，難聽啲講，我交1000蚊保護費就玩呢樣嘢啫嘛。BNO 一差嘢，交俾時候婆嘅呢一千蚊就當保護費交嘅咋？喂，難聽啲講，你去日本有嘢咩？特區護照唔撚理你，菲律賓又唔理你，你齋齋都揾 BNO 攞半，都係揾英國領事館，揾英國領事館啫嘛。咁嗰1000蚊唔係保護費。道理咁啦，保護費嚟嘅啫嘛。哇，慘在我冇咧。未咯？呢啲點啊？你民國86年前生嘅、啊，又冇橋，又冇橋嘅身份，又交連保護費都冇得我交。唉，你要記住啦，你嗰本特區護照，你揸嗰本特區護照，國際嘅CNH 嘅大佬，你個國碼冇分別嘅，只不過唔係 KG 嘅，一定係 CNH 啊。CNH 同嗱。但難聽啲講 BNO 嘅國碼係 GBR，GBR 係 GBR，GBP 定 GBR 我翻嚟睇下先。GBR 即係總之係 GB 字頭噶啦，唔係佢冇分嘅。其實佢而家英國國籍法改咗咧，因為冇咗 BDTC 噶啦嘛。係啊，冇咗。洗咗底之後過咗幾年，佢就冇 BDTC， 即係所有海外民屬地都歸入英國。本人其實得幾萬有啫嘛，處理到啊，好少啫。嗰啲即係以前啊，邊個話即係比屎大地方嚟啫？咁佢轉咗之後，咁變咗佢向外嘅個國籍就係統一曬係 GBR 噶嘛。咁我講一樣嘢，你之前你知啦，廁所板得6個國家免簽證，6個啫，係唔多。咁佢仲要全部都係探險，即係差唔多叫你探險嗰啲國家嚟。諗個問題就係、是你唔好諗住呢樣嘢係好遙遠，我哋鳩噏咁樣發夢打下飛機，唔係㗎。戰艦啊嗰樣嘢，你諗下美國史坦尼斯啊，或者你哋有啲啦，我應該有一啲係會軍事撚嗰啲嘅，你會留意嘅。第七艦隊的旗艦是一隻嘅啫，依家係林肯啊嘛，華盛頓就我唔知啊，呢、這個一定係你熟過我。唔係話之前係華盛頓嘅，華盛頓因為要生金鐘啦，我哋話即係革命嗰陣時候，佢係特登延役咗噶，延役咗成大半年嘅，因為佢其實到期維修嗰個時間大修，佢會翻翻去即係每5年10年大修嗰只啊嘛。佢左右東西岸各5隻航母啊嘛 ，sell 4隻就擺喺近岸叫第三艦隊啊嘛，第三艦隊同第七艦隊係有條界線。就分界了嘛，即係佢哋嗰個環頭。係啦，咁佢會慢慢換嘅，正常都一隻會擺喺東亞嘅啫。佢而家兩隻，即係史丹尼斯係唔屬於第三艦隊嘛。第三艦隊嘅戰鬥群嚟咗東亞，其實佢美國佬係隨時打鳩你嘛，等嘅啫。真嘅唔係講笑，或者我做嘅工我知啊。啲戰艦嘅水食水係深到嘅，深到兩米。
咁啊，即係佢上船上面多咗。因為和平時期咧，佢會周圍郊遊噶嘛。係啊。郊遊之餘，佢其實會嚟香港。補給啦，唔係補給，其實做好多嘢咁，我唔知啦。咁你都唔知咁，你又唔係咁，我唔話知啊，屌你！咁我咪唔知啊。不過其實我哋講翻鄭健超單案先啦。係啦，咁其實出現咗，係啦，咁即係出現咗，我覺得啊，即係出現咗咁嘅，你頭先拋出嚟有個咁嘅消息，陰謀論啦，有位就話係呢個唔幫佢，係咪話唔即係？唔係呢個係佢美國擔心。一個司法的獨立受損而向唔係我講緊係嗰個即係啱啱你講第一初頭講嘅路邊社消息，就係話佢公民黨咁撚多大狀。誒，佢哋諗嗰個方法就其實好天真好細路咯，即係七雙拳咁樣。即係唔單止係天真好細路啦，即係我覺得你係即係你講得出呢番説話，似係你想嚟賣小強咯。咁即係話我其實就係話阿鄭健超好慘，俾人落鑊，即係落鑊啦。但係佢搬擺自己，佢自己跳落鑊嗰度，就係為咗要煮死呢七渣。佢冇辦法唔跳落鑊嘅，係得你俾人打啫嘛。但係而家搞到成件事好似變咗，好似係佢哋成個公民黨想賣小強咁樣。係個，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認同呢個講法嘅人都唔係你要自己諗下。我唔係話呢個節目所有人或者即係唔代表你如果覺得呢個講法係成立嘅話，係啦。咁唔該，你自己諗下你即係希望大家思考一下啦。係啦，思考一下。即係喺我哋，即係我哋拋出我哋嘅論點。係啦，我即係希望大家，假如即係大家可以商考一下多方，即係唔一定係雙方，唔係對立面嘅好多時啲嘢。唔係，係喺一個圈裡面。再延伸咁睇，就係你要考慮一下究竟嗰個咁嘅政黨。值唔值得你支持呢？即係你有啲人咁嘅諗法會拋得出嚟嘅。你面對一個咁嘅殖民政權，即係之前又係高登嗰啲料啦，小學生中文堂講廣東話母語，講母語係俾人罰嘅。希特拉咁樣樣喎，仆街！即係你而家喺波蘭度唔用俄語講嘢，而家唔係波蘭講波蘭語嘅，唔係蘇聯統治時期啊嘛。講俄語，你要講俄語嘅，唔係就企喺度。撲佢個街！即係呢個法國同德國嗰、那個，但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最後一課》嗰篇小説啦？即係呢個洛林同埋即係法德之間嚇，即係我哋被逼要講德文嘅，唔可以講法文嘅。即係大家思考一下啦。咁你可以諗下，佢玩到呢一個地步，我姑勿論呢個傳聞係可能係一個古仔啊，但係睇個勢係，除非佢倒台啦，倒台都難啊，其實。倒台都不敢包呢樣嘢，倒台仲大鑊。其實我淨係諗個問題，即係先唔好話等唔等到佢倒台。但係你要諗下一個咁嘅團體，有個咁嘅想法，即係咁樣想靠賣小強嚟博大家的同情。再延伸，你仲揀呢個政治買版嘅，咁即係買版㗎啦。係咪即係真係買版？係咪真係要揀揾班咁嘅買版嚟幫你夾傾掂成單生意？即係自己諗下啲嘢，即係嗰句啊，你用開你老豆個台唔啱，你都轉個台啦。即係我哋覺得啦嚇，即係可能你中意真係覺得話你老豆用開有感情嘅，咁所以我要繼續用落去嘅，都唔出奇，好正常嘅，都係會有人會咁樣諗嘅。即係自己深層啲涉高枕頭，即係你哋係咪仲要保持咁嘅一個狀況之下咧？咁自己諗啦。跟住我哋轉下，將個視點，我哋視線過台灣啦。我哋自由嘅祖國，自由嘅民國，係啦。咁樣就呢排過5月20日啦。咁樣過底啦，唉，過底，過底十日啦。咁今日都30日啦，咁啊六朝十日，十日啦，全六今次全六。咁就其實嗰幾日我啊見證住呢個藍天變綠地嘅，有咩感受？感受我冇去啊，我冇假放，我又冇錢買機票。嗱，你唔好又喺度抽我水啊！我都係多得呢個多，唔係呢啲你辛勞嘅結果嚟嘅。咁樣就喺度咁。19日嗰朝早最後一日，即係響藍天之下睇總統府升旗咧。咁嗰幅相啊，唔擺啦，太灰啦，嗰幅相太灰啦，咁啊唔擺出嚟。咁都即係一路唱國歌嗰陣時係好撚激動啊！屌，但係你唔覺得奇怪嘅咩？企喺介壽路嗰度，你總統府前面係嗰啲人咧，係喺度呻緊話啊，爭嗰幾分鐘，即係佢喺重慶南路，佢揸車俾憲兵截住，唔過唔到馬路，咁佢喺度等嘅。
系有条咁啊，香港嚟嘅死死港仔啊，死港灿啊，傻鸠咁样企企喺总统府前面啦，等升旗唱国歌大大声。我可以，我其实我夹硬保证咧，嗰日我唱国歌特别大声，即系特别激动，即系争啲喊出嚟。咁然之后去到第二招啦，5月20号嗰招啦，睇住呢个嗰条菜入咗总统府啦。咁当堂成件事真系觉得系。連總統府呢個咁宏偉嘅建築都覺得係黯，即是當堂黯然失色咗喺我哋嘅感情嚟講。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追求一個真正民主憲政，一樣樣嘢都跟 system 嘅，即係好簡單。美國咁樣共和點樣，共和民主成日轉噶啦，有乜問題啫？即係一樣啫嘛，藍綠藍綠，其實調翻轉，你有一定嘅對手去。去改善自己是啱嘅，即係喂，屌輸咗咁。但係而家擺明即係話，其實你而家擺明民進黨就係做得唔咩噶啦，做得唔好噶啦。佢好多時啲嘢，佢而家蔡英文佢無論兩岸政策嗰啲，佢都係照搬我哋馬總統嗰陣時，甚至話係國民黨嘅政策噶嘛。佢照抄，佢照抄啫嘛。你有咩你叫噶啦？空心菜呢條咁啊，蕹菜佢係。佢入面有咩啫？冇料嘅。不過即係你民進黨，即係又話點樣？你當初你又台獨黨綱又成，你反中華民國。你而家入咗總統府啦，即係我當晚1月16号，其實睇住佢喺度，佢喺佢民進黨黨部出面，佢嗰個背幕。嗰縫咁嘅 LED 牆出咗呢個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副總統當選人有啲中華民國國旗喺上高，我係覺得蔡英文呢個唔係啊！我以為體育台喺百德路嚟喺度，唔係話咯，呢個冚家產為咗要攞到呢個奪權，佢所以去到幾盡？佢買美國佬拍啫，買美國佬拍先，唔好話美國佬先，佢為咗呃選票。他為了去騙台灣人，不是，其實他可以做得這麼盡，他的票是沒有少到的，只是我們的票，我們的票其實是沒有少到的，但是人不出來投嘛，我們做得不好，不過不要緊的，不是，但是放心，未來這四年有更加多的不好，尤其是呢，昨天呢就先不要提話服貿啊嗰啲咁啊，嗰啲唔使㗎，大太陽花嗰啲大腸花嗰啲唔使提啦，嗰啲講多都無謂，食多會滯。根本就是由頭到尾，民進黨只不過為了要自己奪權，同埋服貿不是不覺得是不可以俾你國民黨過，而由我民進黨政府嚟過，就係咁簡單啫嘛。對面咁即係講翻我哋今晚海報要提咧，就講呢個國軍嗰個問題啦。咁琴日即係香港新聞都有報嘅，就呢個呢條菜咧，就以上任做咗中華民國總統之後咧，以三軍統帥嘅身份咧，就坐呢個空軍一號去咗花蓮，去咗兩個基地。有國軍的基地，有空軍，有成咁啊，三軍統帥的身份去了呢個界山啊，界山個空軍基地嗰度視察，咁樣以三軍統帥的身份啦。咁你中華民國總統是三軍統帥，中華民國嘅三軍統帥嚟噶嘛？咁你阿頭即係五星上將，即係用阿長工，我哋借用長工嗰個軍階嚟比喻咧，佢呢個五星上將就落去睇下啲細嘅做成點。五星係得。二戰嗰期嗰堆，唔係長工係，唔係其中大中華區唯一一個咁樣，佢係即係三軍統帥啦。呢個三軍統帥就落去呢個街山基地咁樣去咗，同埋另外一個唔記得係陸軍基地嗰度視察。咁樣又話點樣？仲要咧係引用咗呢個高志航嗰個名言。咁高志航係我哋空軍嘅先進嚟嘅，先烈嚟嘅。咁佢引用咗佢名言講嘢添啦，咁又話國軍嘅榮辱就係我嘅榮辱啦，咁講到如何如何大仁大義咁幾慷慨咁樣啦嚇，咁但係轉個頭又有一單新聞就話立法院裏面呢個嗱國民黨係好慘嘅，得翻35席，係的確係弱勢，你民進黨68席加埋你個屎袋力量，加個70几席啦，咁呢個真係好明顯一個懸殊嘅國會嚟啦，個勢力係。佢而家個提案除咗呢個林暢咗，除咗講話要撤裁呢個蒙藏委員會、撤裁僑務委員會，仲話連你退國軍退除嘅官兵輔導委員會，即係簡稱退輔會啊，都要喐埋喎。點解要喐埋退輔會啊？要裁聘退輔會咯。根本其實呢班人佢哋就係好恨之入骨，對於中華民國就係恨之入骨嘅。但係即係蔡英文喺表面上佢要為咗呃。繼續呃台灣人的時候，他就要對外同人講話，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他呃美國佬啫嘛。我係
你唔好话即系先唔好讲话外边先啦，讲内即系啲台湾内部先啦。佢为咗要呃其他嗰啲所谓中间派选民，我系中华民国嘅总统。唔系，佢要维持即系。但系你啲僆咧，你放任你啲僆喺度做咩啊？你放任你呢啲僆喺度要破坏中华民国嘅支柱喎、啊？而家情况咪好似当年毛泽东夺咗权之后搞唔掂个国号啫嘛？点解要叫中华民共和国啫？毛泽东系想叫中华民国噶嘛？唔系咁你又你今日先至走去视察呢个咁嘅国军嘅基地，今日咧你就走嚟搞国军嘅，你放任啲僆去搞国军嘅支柱，退副会，你知唔知系辅导咗？响自从大陆撤退播迁去台湾，退副会喺呢几廿年嚟响台湾地区整个自由地区做过几多辅导所有国军嘅同仁退伍嘅菩萨，佢哋若果冇退副会嘅付出，中华民国肯定唔会有今日。中华民国嘅十大建设，当年打下咗呢个非黄金十年，就唔止黄金十年，黄金廿年嘅基础，就系靠十大建设。十大建设靠边个？就系、是、靠嗰班当日喺剿匪、叛乱战役流血。流汗的国军的退伍菩萨，他们付出了他们大半生的时间去建设这个国家，去参与十大建设的工程嘛。就算你今天香港人，你的柯仔煎家最喜欢去的清境农场，都是那班国军退伍的菩萨在退伍副会的辅导之下，上去这个台中清境这里开辟开垦的荒地，建设一个这么漂亮的社区。你做了这么多事，你今时今日你临唱了，我可以肯定你不会说没享受过这些成果咯。喂，就算环冠公路那些都是啦。环冠公路谁起的？不又是那班国军的菩萨，他们一手一脚踏出来的，大佬。他们那时候给石头就开山劈石，几多人死了在上山上高，就是因为为了要国家协助国家的建设。打通南北。你打仗又是靠他们，建设又是靠他们。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借了他们的流血流汗。今时今日你做了中华民国的立委，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走来说要撤财退副会，你对不对得住这班先烈？你对不对得住这班国军的菩萨？你对不住嘛？即我是很激动的了整件事，但我越说我不屌不得。你这班这样的柯仔煎家还说你蔡英文怎么样爱民又怎样，十日之内做了人家国民党百年做不到的事，都是废话。由你要破坏中华民国这一砖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行为，我们又见得到你根本就不是要为中华民国，你由头到尾都是害中华民国。你他赖清德台中高，你赖清德陈谷，你班冚家铲你做了什么啫？你喺度养蚊子，起埋啲咁嘅烂鬼蚊管养蚊嘅全部，真系啊！登革热奶两铺奶捻晒嘢啦！你仲嫌唔够得多啊？你班友仲喺度话陈谷啊啲咩民意第一，屌你老母啦！民意第一梗系民意第一啦！佢养捻肥晒嗰班咁嘅既得利益者啊嘛，养捻晒肥晒个地方绿营嗰班工程建设佬啊嘛。但是你做实质，你对于整个国家建设你做过啲咩？你冇啊嘛，你冇做过嘢啊！唔好话国家，你净系高雄市争人几多钱啫？你争你争落几多债？债留子孙，你做过啲咩功德？冇。你话起一啲养蚊馆啫。你话台北争？你对于蚊，你对于啲蚊就好有功德啦。你但系对于市民有咩功德？你对于国民有咩功德？你冇啊嘛。有啊，就一条路再起过咯。你林昌佐又做过啲咩啊？你林昌佐除咗赖屎赖尿，逃兵役有啊。契弟嘅做足啦，你做足契弟嘢咯。你国军你又冇去做，你冇去当个兵，你而家走嚟话要炖咗个退副会，你试下你当个兵咧，你签埋生死约，你再落去踎几年咧。最契弟系叫人贴贴，自己唔捻贴嘛，自己又唔捻贴，系又喺度选国家，出到去又话要监督林兆贤，林兆贤讲中华台北，而家又话佢唔系丧权卖国，唔系卖台啦。呢啲系契弟，呢班友契弟嘢啊做尽。外国嘢又做尽，自己又喺度口口声声就话为台湾挨大运，挨你老母啊！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唉，太激动，下一节翻嚟。